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好，那今天这个盘，首先要恭喜我们全国大户城市的用户啊，一起帮我们做见证的，所有全国大户 AI 城市的用户，今天我们城市交易，今天我们的大户城市交易，如何再帮全国用户掌握到160点的行情啊？怎么操作的？每一个讯号，每一个价位，每一个时间，待会每一笔都来跟你一一验证，一一对照啊！所有全国用户一起见证啊！今天的盘是开高，对不对？开低反弹之后再杀，尾盘再拉，盘中还一度重挫了110多点啊！我只请问你，今天，请你告诉我，今天这个盘是要如何掌握100点以上的获利？你赚得到吗？今天很多台面指数操作，我讲白了，每天一开盘市价做多，市价放空，要不然每天一开盘就在带你8:45就猜今天的高点低点，有用吗？每天猜谜晚会，猜对了得意洋洋，猜错呢会员惨赔。今天操作不是说一开盘市价做多，市价做放空，上多下空乱搞一通，不需要吗？你要做的就是乖乖规规矩矩跟着城市交易嘛。那今天大户 AI 城市时代来临，为什么要 AI 城市？人工智慧的时代，你不要人在那边咕咕哞哞啊！所以很多老师的软体每天开盘上多下空都可以哦，市价做多做空都可以哦。那方向在哪里啊？趋势在哪里？今天你连大的趋势都看不懂，所以为什么很多老师？每天开盘市价做多市价放空通通一起乱搞，为什么？趋势看不懂。所以我说今天做指数最困难最困难最困难就是掌握趋势嘛。那你今天拥有大户城市，我们的30分 K， 请全国投资人麻烦你自己用眼睛见证就好了啊。你拥有大户城市，我们的30分 K， 从8月初11064就是一个空，就是一个空，一路翻蓝，一路蓝啊，一路蓝到底，来导播。8月初就是一个空，城市交易力道趋势力道一路翻蓝，一路蓝，一路蓝到底，一路空下来，多少点？全国投资人。8月初一路空下来，这400多点对我们全国的用户来讲，这400点的行情是什么？送分题嘛。这400点你会做错吗？你要的就是跟紧大户城市，跟紧趋势力道，一路翻空，你就是一路空。不要自作主张。啊，不要自己在猜，对不对？不要每天开盘市价多市价空，何必呢？一路空下来送你400多点，到了8月中以后，8月16号10614翻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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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多到顶，一红到顶，一多到顶，一波到顶，嘎到1135多少点啊？这500多点的行情，又是我们全国用户送分题啊！所以8月初一空下来400多点，从8月中6140670一多上去又是送分题500点，一来一回已经是900多点的行情了。来，最精彩的，到了8月30号当天，一早强攻11135，来全国用户 ，AI 城市。有跟你每天开盘市价做多市价放空吗？8月30号一早9:20就是一个明确的指令，11127转空。你要去猜吗？啊？11127转空，来，全国同志，所有我们的用户，11127一空到顶，一空到顶，就是一个讯号。
八月初以来就是一个空，先空下来400点，就接下来一个多上来500点，接下来到了8月30号就是一个空，到今天多少点送给你啊？300多点了，一口又是6万了，波段单哦。所以这一路从11127、11005、11036、11010、10976、10935，一路请你空空空空空，一空下来，请你告诉我，300多点，400点、500点、300点，麻烦你回答我多少点？八月初以来1200点的行情，完全奉送给所有的城市交易的用户。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不要每天开盘市价做多、市价放空，乱搞一通，不需要。哦，从8月3号一路空，波段一路空，一路空，哦，波段单一路爆到顶，今天300多点了，很难吗？这300多点的趋势很难吗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那你加入我们的 LINE， 对不对？8月30号有没有跟你分享11127空啊？所有加入 LINE 8月30号一早，今天大悟城市11127怎样？啊？清清楚楚，有跟你什么支撑压力讲一大堆废话吗？有跟你猜高点低点吗？不要，11127空就是空。AI 城市的好处就是明确的多空讯号，不用带你在那边猜高点低点，猜了又怎样？啊？所以你为什么要想尽办法啊、哦？想成为指数的赢家，你先加入张老师的 LINE King 518，盘中第一时间，虽然你还不是我的会员，我会让你一起分享，一起见证的。8月30号一早大涨11127就是空哎。8月30哦，8月30全国会员见证，9:20有没有叫你11127放空啊？有没有？为什么9:2011127要放空啊？为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 AI 城市在9:20怎样？9:20怎样？11127出现空讯嘛？出现空讯，我们去动作就好了嘛。你干什么？每天8:45在那边猜今天的高点在哪里啊？今天的低点在哪里？说穿都是自己在猜嘛？为什么要猜呢？你当指数操作是猜谜晚会吗？你当这是元宵节猜灯谜吗？猜对了怎么样？猜错了怎么样？没有意义吗？你需要去猜下一期乐透几号吗？懂不懂？猜没有意义吗？今天要赚钱，你就是要有明确的讯号。AI 城市就是给你明确讯号，你要跟着去赚钱嘛。8月30号，大户城市11127空嘛，这不是张老师猜嘛，不是我在猜嘛。AI 城市第一时间9:20计算出11127空嘛。所以我带着你空嘛，所以LINE同时跟你分享11127空，这不是我在猜啊，这是大户城市 AI 城市空，你就乖乖跟着空嘛。8月30号一早 AI 城市一早9:2011127空，就这么简单。当天震荡之后，到了12:4811055还是空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当天就也是100多点的行情啊，投资朋友，一早空下来就是白点了。尾盘11055再空12:48，8月30，9月30号所有 LINE 的学员见证10000多人，当天一早第一通指令11036再空啊，你不要猜啊，11036还是空啊，9月3号啊，9月5号来 LINE 的学员。今天一早11007再空再空再空哦，早盘反弹007再空，你就跟着空啊。9月5号城市交易一早9:46反弹11007还是空，到了尾盘1:0210976再空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9月5号当天为什么9:50告诉你11010附近要空啊？为什么？很简单啊。因为大户城市9:46110107空，所以我叫全国客人110110附近9:50赶快跟着去空，大户在空你就赶快去空，懂不？不是每天开盘8:45再猜今天的高点低点啊，那会有钱吗？
昨天哦，10点半一早反弹哦，10935再空，11点10分10942还是空，昨天到了尾盘1点6分10906再空啊，兄弟们，昨天10点半10935空，所以为什么昨天10点35全国客人你会收到我们的空讯935再空10点35，因为10点半大户 AI 城市935空，你就赶快空啊。今天一空下来，就连昨天935的空也100多点呢，一个波段300多点呢。好，回到重点了啊，整个波段城市一路空下来，到今天300多点的行情，那最精彩的就是今天的用户，今天的一分 K AI 城市，今天一分 K AI 城市是怎么样送给你160点的行情？来，我们来一笔一笔的见证了，好不好？亲眼看哦，哦，每一个讯号，对不对？都是所有全国用户啊一起见证了。今天早盘是开低跳空哦，跳空开低哦，没错吧？来，导播电脑这里，一早跳空开低吧，对不对？一早跳空开低，来，导播拉近点，这是什么？10855翻多，有没有？就这么清楚。几点几分？9点13，10855翻多，没错吧？啊，这不能骗人的，好不好？所有用户一起见证呢。很简单，我在那边声明，很多投资人跟我说，张老师，你们的软体讯号会不会收盘完，收完盘上电视会不会偷改？很简单，我们用的讯号只要有任何一个讯号指令跟你不一样哦，听清楚哦，所有用户哦，跟你不一样哦。很多老师上电视之前还会偷改讯号哦，还过几分钟以后又偷改哦。我们任何一个讯号跟你使用的不一样，不要客气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们悬赏1000点，我赔你1000点。很多老师偷改哦，那我今天为什么敢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一笔9点13、10855嘛，我都敢把时间价位通通写在这里，就是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骗你，时间价位都清清楚楚啊。有跟你在那边猜开盘四家多四家空吗？今天一早开低9点13、10855就是多9点13，你不要怀疑啊，开低855多，那请你告诉我。10855多有没有让你赚钱？有没有让你赚钱啊？弹上来，请你告诉我，弹上来之后两个元宝获利多少？哎，电脑很聪明的，30多点啊，855多，第一笔多单是不是30多点送给你啊？你需要跟你的老师一开盘试驾放空被嘎啊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一开盘跳空开低855多，不要怀疑，9点13855多，一弹上来多少？30多点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今天第一笔是不是37点？好，接下来10点11最精彩的时刻，10点1110833883怎么样？转空来，在哪里啊？接下来10883空来，亲眼看一下，时间价位方向清清楚楚，10点1110883这是什么？空。你要猜吗？啊哦，今天的高点低点猜吗？不要猜啊！我不是带你猜谜晚会的，我带着你是利用 AI 程式帮自己创造财富。我们要的是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研判力道大小，不是带你在猜谜晚会啊！10点11，10883空哦，来，我们再亲眼再进一步剖析哦。10点11，883空这个讯号出来，做不做得到？来，我把这一段放大，自己亲眼看一下。10点11，883空，请你亲眼见证。隔了10几分钟之后，这根来，这根的高点，隔了十几分钟以后的高点，10883，还在10883，你懂不懂？所以我们通常在那5点之内上下试驾去做，你都做得到吗？883空过了十几分钟，还在883哦，充分的时间，十几分钟让你去下单。结果请你告诉我，一空下来，来导播啊，趋势力道一空下来，请你告诉我一路翻蓝哦，空下来多少点啊？全国投资人70多点呢，你不要怀疑耶，你眼睛所看到就是我们全国用户一起在欣赏，哎，一起在用，哎，今天一早
10885多上来30多点，883转空下来70多点的行情，光是今天一早先多再空，光是两趟，麻烦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轻轻松松100点的行情送给你啊？你要一开盘那边猜多空高点低点吗？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赖的学员9月7号一早有没有告诉你，大户城市9:1310855短多反弹，到了10:1110883再度向下翻空操作。所有赖的学员今天一早跟你同步分享，那请你告诉我，今天一早855翻多30多点，10:11883转空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波下来70点，今天一早先多再空两趟，已经是100点的行情送给我们所有的用户，就这么清楚，就这么简单，清清楚楚，你只要跟紧脚步，你只要跟着去做就好了，你不要在那边想哦，今天的高点在哪里？哦，今天的低点在哪里？哦，要不要试驾做多？哦，这支撑跌破要不要反手放空？你很痛苦啊，你跟那样老师你很痛苦啊。你今天跟了 AI 城市一早先多855上来30点，接下来883空下来70点，不要在那边自我烦恼，跟着做一多一空两趟100点，再来12:21，来亲眼看一下，12:2110818翻多啊，我们也给你看12:2110818翻多，但是接下来有没有10818再度转空，到12:30818再空，所以这一笔的单呢怎样？当然818多818空没有获利，所以这一笔10818翻多接着818转空，这笔损益是零，对不对？但是12:34818空就不一样咯，一空下来哦，818一空下来，自己看一下，马上急杀下杀拿元宝，获利多少点啊？是不是啊？马上是不是15点？哦，马上15点了，这一口也3000块，对不对？马上15点，最精彩的到了12:4710812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翻多哎！急杀100多点之后，到了12:4710812翻多，哎，好多用户打电话进来，张老师有没有搞错啊？杀了100多点翻多哎！我说你 AI 程式，你就相信他，你跟着他操作，不要去猜，812翻多，结果呢，一路嘎嘎嘎再弹，对不对？获利多少？30多点嘛。连尾盘12:47812翻多也有30多点嘞，一口也是6000多块，多开心啊！啊，所以今天 AI 程式就叫你操作没有烦恼。今天一开盘9:13开低之后855翻多，不要烦恼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不要在那边压力支撑，在那边乱骗一通。855翻多上来30点，10:11883转空，一空下来轻轻松松70点，一来一回100点。81812:21翻多，接着818又空，所以这一波这一笔单，对不对？当然没钱赚就没钱赚，你跟着他，相信他。818多818空，所以这一笔是零，好不好？但是818一空下来，哎，又是15点，对不对？15点，接下来12:47812翻多尾盘轻轻松松又30多点，所以今天六趟的交易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一出手100-200点，不是这样的，每一笔20-30点，今天的对不对？比较大波段的70多点一样帮你掌握，对不对？少则20-30点，大则60-70点，今天1、2、3、4、5，5趟，对不对？1、2、3、4、5，5趟的操作，对不对？一笔对不对？白做工，但是其他五笔帮你累积了160点的行情，这样的软体你还不珍惜它，你要怎么赚钱？是不是？你不要每天跟你的老师一开盘在那边猜啊，试驾做多，试驾放空，上多下空，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那我希望大家啊，指数操作，那股票也不用多讲了。我们这一个礼拜送给大家的，啊，大家也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礼拜送你什么？啊，对不对？这一个月来送你的金项链有没有赚钱？涨70%。这个礼拜送你的戏码有没有？前一波大涨60%，这个礼拜拉回再买，一只涨停，两只涨停，三只涨停，是不是啊？很快要创新高，好不好？那再来啊，目前生技股好吧，有机会取代主流。今天这档股票底部翻多20多块，底部翻多又是怎么样冲出去了啊？好不好？
那股票操作也好，指数操作也好，哦，那在这个礼拜六啊，礼拜六很关键的时刻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全国投资朋友好好把握，在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啊，欢迎不论你操作指数的现场来城市交易，让你现场亲身体验、亲身见证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么清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今天六趟的操作，不要你烦恼。今天六趟的操作一样多空，对吧？多空多五趟的操作一样帮你掌握到160点的送分题，送分题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好不好？那欢迎礼拜六啊，下午台北见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：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哎，22号那位先生，这位人力资源访查员要拜访您。我有收到通知啊，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？先生，政府每月22日那照办人力资源访查是有原因的，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失业，才有实战的依据啊。他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受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。人力资源探查需要您的支持。好，那指数操作为什么要有 AI 程式啊？第一就是要有明确的多空讯号嘛。哦，你不要再被台面上这些专家每天那边骗你，一开盘啊，市价做多，市价放空，乱搞一通。哦，对的拿出来讲，那赔钱的那怎么办？啊，乱赌一通。明确的多空讯号，同时可以让你清楚的研判力道大小。哈，那30分可以掌握趋势，一般人最困难就是趋势嘛。所以为什么你参加很多老师，为什么开盘市价做多，市价放空，乱搞一通？为什么？趋势看不懂，那这不行的哦。你要掌握趋势，来这一波我们大户波段程式，来从8月初10-11-0064一路空，就是空，一空到底，一蓝到底，是不是送你400点？从8月中10-61-4670一多到顶嘛，一多到顶嘛，500点有困难吗？从8月30号11-27转空，转空，哎，转空，天天给你看到今天是不是300多点？这1000多点的行情送分题，讲很不客气的，是不是？这300多点，是不是又送分题啊？好，那今天的我们的 AI 程式的交易，来，今天我们 AI 程式一分 K， 一开盘开低855翻多，全国用户见证855翻多，通通做得到买得到，马上送你30多点的行情。接下来力道转空883转空88310-11转空，一空到底下来70点。今天一早先多再空两趟，已经是100点呢，100点进口袋了。接下来818转多，818再空，这笔无效零，对不对？零就零，818转空一杀，哎，又是15点，马上拿钱。到了12:47，812翻多，尾盘一多上来，不好意思，又是30多点送给用户。所以今天5趟的操作就是这么清楚，
160点再送给 AI 城市的用户。所以赚钱并不是困难，你要找到真正专业的工具，好不好？那在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，台北，那欢迎，尤其不论操作指数的，欢迎你来到现场，让你亲身见证大户城市 AI 城市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清楚，每天规规矩矩跟着他动作啊，动辄百点的行情每天奉送给你，好不好？礼拜六下午2点，台北见。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，赢家专线02-2321-9933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，赢家专线02-2321-9933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，赢家专线02-2321-9933 2321-9933。